是刚刚列车长的110年是1月17号。双黄蛋是10:45，我拍照是12次哦。哦，交一台 DVD。12次树林，他在讲花东县号玉里的用3000席2连面，2021的皮蛋豆腐团样，绿色带新成绩教练车是12次站，双黄蛋停好了，去看那一件麻烦。开启车门，2021的皮蛋豆腐藤云号，绿色带新车机加油车，在花大体看好切糕的姐姐爸爸。上玉里。我们关闭车门。关闭车门。关闭车门。12次树林发车九号通讯号预定。用3年行驶2连编组，2021的皮蛋豆腐，绿色带新年级教学车，在双黄站，关闭车门，然后怎么行？然后这边是121次起路发车，将三星港平方的 PP 之间了。下一站南港。南港。就跟来讲，宝贝，跟直接讲，宝贝。